是人均600元的高端性顺德菜，能有多快乐？这是无骨猪啊，一圈的脂肪全都下海椒，玫瑰盐卤鸽焗出来的，可能要拿到户主确认一下。Hello， 这里是辣辣油，今天来到华商这边吃一家高端系的人均在600的顺德菜，看到网上那个功夫的无骨猪还有捞鱼生可馋，咱们今天就去浅尝浅尝， Let's go。 完了走到他们家后面去了，我说咋一进去闻到了一股菜香味儿。您好，我预约了今天中午的一位。对，一位。 OKK， 今天我不用点菜，因为我已经提前看了他们的菜单，预定的双人餐。咱们浅说一下今天都有哪些菜：沙姜猪手、炝拌茼蒿、鱼生风生水起、顺德拆鱼羹、玫瑰盐焗乳鸽、龙虾炒水牛奶、柚皮焖双椒、炒葛丝没有吃过，还有双皮奶拼伦教糕，还提前预定了小乳猪，一份688，有点小贵。采用的是四星级别的精酿鱼制作，它在广东有个寓意，就是风生水起。白兰地，哦，白兰地，点一下火，就是柴火炒火。好嘞，谢谢。他们上菜太快了，满满一桌。先吃个沙姜猪手开开胃。嗯，我喜欢这个味道，甜咸口融合着一点沙姜独特的气息，很油香，是去了骨的好评。香菜点睛之笔，很适合夏天，清爽开胃，吃起来有一点像更有嚼感的猪皮粽，胶原蛋白满满，不错啊，正常脂肪。青龙虾炒水牛奶，像鸡蛋白，奶锅锅底，咸鲜口，很绵软，加肉很少。这个装饰用的不能吃， Q 弹加软嫩，炒制的水牛奶越吃越油鲜腻，入口几乎尝不出什么奶香味，仔细的咀嚼步调会荡漾出一股淡淡的奶香气，分量挺扎实的，造型胜过于味道，特别清雅清淡，算尝个鲜了。小哥，我可以上猪了。好香啊，这是无骨猪啊，先啃个猪头吧。糖醋口的皮下脂肪特别丰腴，口口爆汁爆油，有被惊艳到，极其薄酥的猪皮儿，不断咀嚼，满口都有猪油的浓香，劈头，每一口都发出清亮的酥脆声。酸甜味型倒是我没有想到的，腮靠近牙的部位它没有熟，不能吃。好脆啊，几乎没有瘦肉，就是一层脆皮混着一圈的脂肪，吃多了会有少许的油腻感。尝一下海椒，略微的咸香口融合着它的糖醋味儿，还挺绝的。吃个雷糕糕，满嘴飙油，脸被腻到了。浅蘸一下。哎呀，虽然脆皮好吃，但它的脂肪含量真的太多了。好可爱了，这个小啾啾的猪尾巴。四面盖章。后饭部分没有前面部分那么肥耶，油脂感爆炸。哦嘿嘞，谢谢。小哥说怕我太腻，给我配了个萝卜，清脆酸甜，小笛子也是可爱的很。没有肉，还剩下一点，带回去给王女士浅尝浅尝。因为日常吃的都是一整只的那种带骨头的烤乳猪，这个无骨猪还是我的初体验，但是我还担心我吃不饱，结果这乳猪就要把我干翻了。战斗力不足。芝麻油，这是芝麻油。胡萝卜、红椒、洋葱、蒜片、葱，大口下去，像拌凉皮似的。好了，好嘞，谢谢。芥末酱油，如果您觉得味道淡的话，可以加一点。好嘞。鱼比较软滑，像是三文鱼的口感似的，香味特别重，味道特别淡，
我记忆当中的鱼身不是在嘴巴里，是脆嫩爽口的。两年前的记忆出现了错误，加了花生米，很酥香。有个不明物体。哎，小姐姐，这个是啥？可能要拿到后厨确认一下。好，谢谢。没事儿，没事儿。嗯，好。谢谢。玫瑰盐乳鸽。取出来的包汁的确实是后厨的一个失误。小哥说，我可以再选一个同等价位的凉菜。嗯，好，有顺德白卤水吗？有的。好，要不来一份这个吧。谢谢。因为我听说吃顺德菜不吃白卤水，相当于你吃春菜不吃回锅肉。虽然比较多汁，但没有给到我特别大的惊喜度。谢谢。吃到鸽子胸部会有一点鸽气味，腿部的肉是最好吃的。或许有的店也不是说不好吃，只是说和你的口味不合适。哦，好嘞，谢谢。鱼翅拆鱼羹，比较稠。清淡鲜美吧，其实很像我奶奶小时候会做的虾米勾芡的汤，挺好喝的。鹅掌、鹅肠和鹅肝。丑小鸭变白天鹅之后，最后变成了顺德卤水。肉感厚实，特别脆嫩，不错。淡淡的咸卤风味，有点回甜感。鹅掌也非常的好咬，有点喜欢。你们别看它表面寡淡无色，卤香风味是侵入了整个身体当中的。今天的素菜可能我都要打包带回去了，吃不下了。你们其实有的时候会说啊，怎么看你吃粤式早茶吃那么多种类啊，怎么看你单点的每次都要打包。其实吃粤菜，第一是它分量小嘛，第二是你能吃下和你想吃是两个概念。总的一句话，其实还是看状态的。它是绵米，还有点像芝士蛋黄，柚皮焖花椒，第一次吃做的像个狮子头似的，花椒捏在肉丸子馅里，像是木鱼丸，还有柚子皮，有一点像吃藕夹肉，但后调有一点柚子皮的粗糙感。双拼奶拼轮较刚，这双拼奶跟咱们刚刚吃的水牛奶炒龙虾肉差不多，奶子也很淡雅。如果没有上一道我吃那个水牛奶的阴影，我应该会给它个满分。那里包的是发糕，酥脆的。这一道我奶奶应该会非常喜欢，外面紫色的皮又是酥酥的，有点嚼劲感。好了，那今天的顺德菜就体验到这里。其实他们家，如果你是对顺德菜有极高品质要求的，不建议过来。他们家可以当做商务宴请，因为环境很高端大气。那喜欢的话，别忘了点赞、评论和收藏哦。啊，马卡巴卡，小姐姐，我想把这个几个素菜打包，还有那一点点乳猪也打包。谢谢，是双人餐，他送了我两个点心，另一份给王女士。王女士是谁？王女士是谁？王女士是谁？王女士说她不出镜，她不好意思，双皮奶不能打包，我喝了。